造纸术被誉为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，可见纸在历史上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。在造纸术发明的早期，由于纸的造价很高，导致了其用途十分有限，仅限于用作书写的载体。但随着造纸术的不断发展，造纸的成本不断下降，纸的功能进一步被开发，根据用途的不同，纸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种类。而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最密切的便是生活用纸，其最大的功能便是用来擦拭污物。纸最难启齿的一个功能便是上完厕所后的清洁作用。这时我们心中便有一个疑问，在古代并没有手纸这类的清洁用品，古人上完厕所是如何清洁的呢？厕筹便是古人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清洁工具，厕筹还有其他的名字，搅屎棍、厕剪。当然了，这里的搅屎棍可不是我们如今口中所说的搅屎棍，厕筹其实就是木条或者竹筷等，只是在使用的时候会被打磨得十分光滑。厕筹的使用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，据明确的史书记载，在魏晋南北朝时，我国便开始使用厕筹，直到上个世纪，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在使用厕筹。作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必用品，在我国古代，哪怕贵为皇帝也必定使用，因此哪怕厕筹是如此难以启齿的东西，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对于人们的作用，而将它称为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